王一样啊。好，欢迎来到，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妆化的还不错吧？我自己也参与了一部分的化妆。在干嘛呢？我等会儿准备去录节目，所以我播一会儿，播一会儿，然后下播。还在工作啊？对呀，打工人打工魂，不得工作吗？对，在录节目。生日快乐，还没生日呢，还没到呢。是假粉吧？你们是假粉吧？晚饭吃了吗？还没来得及吃。其实现实头发没有很炸毛。假粉，假粉在线。我直播间有多少假粉啊？进来的都是真粉，你们进来的还挺及时的，才开播两分钟。哎，这我直播间真的有这么多人吗？它上面是显示的是人数对吗？那个是热度啊。哦，热度，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我这么火呢。干饭人来了，我还没干饭呢，一会儿去干饭了。头发有染色吗？其实我还蛮想尝试染头发的，但是。不让，说清楚，谁不让？谁不让？不是你不让吗？把话说清楚。衣服注意拉一下，不会漏的，放心吧。里面穿了个大背心，漏了也没事。要直播多久？直播一会儿吧，半小时。人在学校吗？前段时间回学校，然后这两天在录影。有近视吗？有近视。脸小了，其实是头发挡的。其实我头发头发，其实我脸有这么大，看到吗？头发一挡，哎，网红脸。明天新歌，哎。谁透露的？我明天有新歌。提前祝我生日快乐，谢谢你们。头发炸毛了，炸毛了，发型师扣工资。定妆照好漂亮，阿玛尼，你们那个看了吗？我那头发梳的很不习惯，我自己看觉得很不习惯，哎。没有贴双眼皮贴，这真的双眼皮好不好？不要污蔑我啊！没有贴双眼皮贴。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干点什么吗？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期待的唱歌环节。大家想听依纯唱什么歌？欢迎留言点歌哦。大家有想听的歌吗？把歌名打在公屏上。唱 rap， 我的天哪！那来吧，我有点害怕。如此永不是脸蛋，电影人的情书。Last Christmas， 我不太会唱那一首。I give you my heart， this is the way。我不太会唱，说散就散 rap。阿楚姑娘，嗯，哎呀，选一首，啊，选一首，哎，选什么啊？哎，要不截一个吧？有没有人在看直播？截一个，然后第一条，可不可以？就是截的你都会唱呗，反正就是。就是我会唱就唱，不会唱就再截一条嘛。来，现在就截了啊！来，三二一。什么？孙燕姿半句再见啊？不会，哎，下一首彩虹。彩虹，嗯，彩虹是怎么唱啊？
我听过，但是不太熟哎。你截一个我熟的行不行？好，三二一，给电影人的情书。竟然是这一首，我。那下一首是夏天的风。哎，有人点女儿情哎，为什么会有人点《女儿情》所啊？以女儿情你是会唱的我吗？会唱啊，我可以用那种就是很古早的唱法来唱《女儿情那你就来一个，》。哎，这样很尴尬呀！突然给我要搞个伴奏吗？或者是什么？我来随便唱一伴下，奏，可以的。《女儿情》怎么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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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不是那个，是你哪个？是串台了。《女儿情》。竟然唱女儿情，这个画风是也是有一些奇怪啊。来听一下，等一下，我酝酿一下，我这个人有点容易尴尬。我来了啊！鸳鸯双栖蝶双飞，想笑，哎哎，满园春色惹人醉。怎么样？可以吧？换一个唱法吧，这太奇怪了。女儿美不美？奇怪了，可以的，可以了，结束了，很优秀嘛，是不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一次就一辈子。不会了啊，后面不会了。好啦，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啦。嗯，这个是一个大考验的环节，快嗯。问快答，你需要在2秒钟之内说出问题的回答。我尽量吧，因为我这个反应速度，我可能不太聪需明，要2分钟是对，吗？可能需要2分钟。来，好，明天就是新的一岁了，对新的一岁自己有什么话要说吗？新的自己嘛，新的一岁，对。接下来我19岁了啊，明天就19岁了，感觉就是一过18岁就突然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就是不再年轻。希望自己可以，不要挂科，首先，然后希望有好的作品带给大家。好，新的一岁有什么想要尝试的事情或事物吗？想要去蹦极，就是喜欢刺激的，对，我就喜欢做刺激的事情。那你要让你在潜水和跳伞中选一个，你选哪个？跳伞吧，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喜欢嘛，没有为什么。好，那你最近工作都很忙，然后如果有机会放假，可以去国内的一个地方旅行，想去哪里呢？大家有什么推荐吗？可以给我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青海、福州、西安、深圳、昆明，哦，还是有很多地方的，还是大家都说很多地方，反正我以后应该也都会去很多地方吧，哈哈，希望可以在就是各个地方见到你们。好，那你最常用的表情包是哪个？你能帮大家找一找吗？表情包啊。展示一下。就是有一个表情包是，就是有很多人说长得很像我啊，给你们看一下，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表情包。哎，这个跟我长得像吗？就很多人说长得很像。这个是一开始宋雨宁找的，他说
他说：“依纯，我找到了你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我就很迷惑啊，我说：“什么小时候的照片？”然后他给我放的是这个，我就晕倒了，还行吧。很像啊，来，欢迎大家截个屏，哎，不要不要不要！一定要截屏哦。我这种颜值经不起截屏的，不要折磨我了，大家好吗？和朋友聊天，你一般会用什么开场白呢？什么开场白？就是没有什么固定的开场白啊，没有什么固定的开场白。高冷呗，就是。对，还挺高冷的，因为无敌总是很寂寞的嘛。嘿嘿。如果要一个人在荒岛上待一周，说出你必带的三件物品吧，或者是人。带一把吉他，虽然我不会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荒岛上没有东西嘛，我总要有一个可以自己琢磨、自己玩起来的东西。那吉他我可以弹弹唱唱，然后，手机你还带是，手机干嘛？手机可以听歌，可以听歌，然后可以跟朋友聊天，我就不会觉得自己在荒岛上啊。可是荒岛没有信号，也没有电啊。我不管，我去的荒岛一定有信号。还有一样，对吧？对。还有一样，就睫毛膏吧。我觉得，颜值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像我化妆就是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睫毛必须要有睫毛。那你就不选择带吃的，不吃饭呗。哦，哎，那怎么办呢？那还是把手机换成吃饭吧。因为我也怕，我也挺怕死的，还是要吃东西。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了，最长时间可以几天不出门，宅不宅？宅，我可以，我非常宅，可以，一两个星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如果说一直让我待在家里，我是一个非常宅的人。哦，是一个不想、不愿意出门的人。如果没事的对，话，对，没事，不怎么愿意出门。所以你就是既不愿意出门，然后你又不想发威，哎，这，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对，一个神秘的美女儿听得懂什么意思吗？郭言郭语。好。那我们的快问快答就结束了。这个是依纯18岁最后一天为大家给带来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大家可对，以更了解依纯。对，好，那又到了我们最期待的唱歌环节啦！大家想听依纯唱什么歌，欢迎留言哦。这次还要截屏吗？这次我看一下有没有想唱的，如果我挑不出来就再截吧。好。新歌怎么能提前唱给你们听呢？对不对？明天你们要去关注的呀，要不能提前跟你们透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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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荤一素，哎，好多人点一荤一素哦。来呗，我清唱吧，哦，那你可以清吗？唱吧。清唱吧，一荤一素，一荤一素吧，好多人点一荤一素啊，也可能是同一个人在刷屏啊。给我一下歌词好声音关掉。了。好，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我就唱这个了啊，等一下还有歌可以点，对吧？可以啊。等一下还有一次机会啊，大家踊跃刷屏就有可能得到我的什么？得到我的什么？得到你的嗓音，什么鬼？跟我一样没文化呢。好，我现在唱这个一荤一素好了。哎，放个伴奏吧，还是？升个调啊，条件有一些简陋。哎，什么调啊？太低了，太低了，我自己起个调吧。日出又日落，
深处再深处，一张小方桌，有一荤一素。提高了。哎呀，我自己自动降调了啊。降调吧。一，自己降调可还行？啊，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太年轻的人，翻车了，他总是不满足，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好长啊。这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好，唱完了。好，其实这是我一首很喜欢的歌，就是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平时其实听民谣其实还蛮少的，这一首歌是一首民谣改编的歌，然后毛老师把它改的特别特别好听，当时我是听他在歌手上唱的，感觉就是莫名的也感觉很感动。那接下来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那你有没有想推荐的一首歌，圣诞的歌曲送给大家呢？你比较常听的，你能清唱一段吗？对，好，那一首还蛮好听的，好多人都翻唱过。可以推荐给大家听。Bad Romance， 高音挑战。来一个呀！我不是我，以后有机会吧，好吗？好。那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明天你的生日会发一个全新的单曲。对。那你能不能小小的透露一下新歌的名字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张纸和一个笔。你可以把新歌名字的线索画在上面，让大家猜，好不好？啊，那我就画一个线索，然后你们猜明天发的歌是什么名字？好了啊，要画的神秘一点，对吧？对，不能画的太具象，不然会显得我画画水平很高。好，我画好了哈。什么佩奇啊，你们不要再 cue 那个佩奇了。我上次上课的时候就是哎，不能说上课的时候，这样显得我好像学习不认真。就是我突然想画小猪佩奇，但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怎么画了，就画得很丑，像一个大象画的。好了，我给你们提供线索啊，你们猜猜看我明天发的歌叫什么名字。就是这样一个长方形，这也太抽象了吧。对啊，就是要抽象嘛。你是抽象派吗？我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让大家猜吧。你们猜猜看，门。对，你们可以猜猜看这是应该是什么歌。有人猜到吗？不要说，你就自己看就好。哎，他们怎么都，你们是对那个房间里面的布局很感兴趣吗？他们猜的都是门啊、框啊、窗啊什么的。那你这个真是太神了。白板、镜子，嘿嘿，我估计你们应该很难猜到，但其实它也很好猜。明天你们就知道了，好吗？好。那下面又到了给大家耳朵送福利的时间啊！今天最后一首歌了，大家想听依纯唱什么？欢迎留言。点歌，来，点歌，到点歌环节了，最后一首歌了，对吧？对，来吧。
是什么？嗯，有什么歌啊？漂洋过海来看你。哎呀，好多呀，我不知道该点哪个，《随心记》。选择困难。哎，我真的选择困难，我很纠结，我是一个很纠结的人。来吧，选一个你比较擅长、熟悉的。Sorry， 你们听过我唱，就是你们应该到过我那个吧？就是有一首英文歌叫《Sorry Would Go a Long Way》，对不对？听过吗？心动，哎，心动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对，那就唱哪个呢？那我就唱那个英文歌好了，好不好？唱一段副歌吧，好不好？我们留着点力气，等会儿录节目。好，我唱一段副歌好不好？ You never told me that you love me. Oh, what a mess of me you've made. No, it won't make it all better. Won't make it okay. But sorry would go a long way.And after the heartache, and after the hurt, why is it so hard with that one word? And if it's really over, you never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Oh, what a mess of me you've made.No, it won't make it all better. Won't make it okay. But sorry will go a long way. 好了，还行哈，今天发挥还可以吧？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唱歌跑调了，就是突然找不到调。啊，你今天发挥相当可以啊。还可以吧。大家在说什么？大家在说什么？在夸我，哈哈。好好干饭，转音牛牛牛。在北京不在北京。今天翻车。没怎么翻车吧，不算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聊一聊？大学生活，我还是很喜欢待在学校里面的，因为感觉就是，很习惯那种每天上课的状态。录什么节目能透露吗？不能啊，不能透露，那不能透露啊，不好意思啊，不是我不想透露给你们，他们不让我透露。经常亏屏吗？是吧？我就是，对，我是一个很喜欢亏屏的人，狗狗碎碎，不要挂科，不会的，我会在最后努力冲刺。我今年。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应该会许一个不要挂科的愿望。浙一难考吗？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眼妆，今天眼妆也没很好看。
什么？哎呦，刷的好快，我也看不太清。什么？竟然有人在直播间里问我，你明年参加中国好声音吗？肯定第一名。这是什么问题？你看假粉来了呀，必然是有假粉的。有点憔悴，最近是有一点累。后天是你生日，那我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好了。这也是一个假粉吧？不是，他说他生日哦，后天，对，后天，对，对，祝你生日快乐，要当我的学妹，加油，加油，冲冲冲，奥利给！感冒好了吗？感冒早就好了。啊，全智贤普通话说得好，哎呀，哎，韩语谢谢怎么说啊？고마워감사합니다어머니가지마그러고왜요我不会说还想听歌，明天有一首新歌哦，明天是我自己的歌。前天你生日，那我就也祝你生日快乐好了，虽然迟到了。说话很机车，没办法，美女都这么讲话的。多高？一？多高不能透露给你们，因为很多女明星的身高都是假的，哈哈，对不对？是不是？不是，是真的，不知道。多重？你们猜一下我多重？目测1.8米，哎，这个眼神还不错哈，目测1.8米。什么？哎，有人说我120斤。我看起来有这么胖吗？那你就要反驳他了，你现场反驳他。像我这种，像我这种，怎么说呢？有一句话叫体重不过百，不是，就是矮。哎、你不要说，你不要说自己哦。对，我就是，所以我体重不过百。双下巴，其实我现在没有很胖了，但是我的脸就是。不管是体重的，体重是轻还是重，我的脸都很胖。对。今天的时间那就差不多了哦。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准备了。我要准备去录影了，来去录节目啦。好，18岁的最后一天，大家还陪一纯过得开心吗？跟大家说个再见吧，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不舍得，卡吉玛，不要走，下次有时间再给大家播，好不好？好舍不得，下次有时间再给大家播，我们下次再见，好吗？下播了，拜拜，大家再见。